都上天了，我是刚关电视的那2013年10月13号的刚刚的，8点18分的吧，就是4192，然后他在叫你像个树林，一下三分钟就来赢，952冲变成圈了。92冲面子圈了，来瑞航们，18的呢？那谁去了那间包？那你要再去吃一次啊？要再去吃一次啊？还没啦。还有别家。对呀，你要悼念啊，哎，悼念他的遗址啊，哎。我曾经来过这边吃什么好吃的，他刚好是租约到，所以真的好，我怎么可能因为一只蟑螂就收起来，难怪你有那个想法。喂，的确啊，你改善就好了。好，先问那句话吧。